哎，那个，你是迷路了还是？我在找去杜洛克的最佳路线。哦，杜洛克，偶像包袱都放下了。对呀，我当然知道杜洛克。 应该找我给你带路，因为我们就是穿着皮草的 GPS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我们只是想认识认识你，你还没做自我介绍呢。我叫史莱克。哦，史莱克，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？史莱克，我就喜欢你那种你爱谁谁的态度，史莱克，我敬佩你，史莱克。你带上我一起走吧。嗯，我一个人很好。 谢谢啊！哎呀，没有谁可以一个人，连我们都是两个。你知道吗？这月亮还有星辰作伴的，你一个人在这个路上是不行的。我会像行星一样围着你转来转去，可以帮你的忙。你们实在是太吵了！我们太吵了啊！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只需要我们两个当中的一个。我猜是的，那一定是我。 不是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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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，哎，你跟我倔，你这个倔驴。